森哥，你哪里人？我要问你。云林哦，不是，你现在是我的心上人。我有家室的人。我是做工的人。船长反应很快，也可见尤安顺在做工的人饰演百魔包商昌哥，深植人心。今晚这三家人哦。那场戏一共拍了大概是六个镜位，每次都是一次 OK， 你就对这个人不满，你一定要对他要口出狂言，所以我可能在某一部分来讲，剧本的一些顺序可能会有跟动，但是其实他不离本意。曾经一天最高嘎过三组戏，精准演出靠的是九宫格法。把自己放在最中间的位置，其他还有八个，你就把你的可能性的填上去。比方说，他最害怕的是什么？他喜欢的是什么？从八个格子里面再去创造出另外一个九宫格，那这角色就会变得比较丰富了。征战大小荧幕，也享受舞台剧的演出。尤安顺从被拆穿谎言、恼羞愤怒，在一个人落寞含泪，情绪饱满又有层次。在清明时节要化身一表人才的外遇男，虽然尤安顺笑称看似与他不符，但总能运用细节活化角色，不同表演形式展现不同表演魅力。演员路转眼将近40年，尤安顺回想曾在咖啡厅收到一个女生的感谢纸条，表示因为看了他的戏，帮助他妈妈化解多年心结，让尤安顺很感动。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尤安顺，对，我就是你们熟悉的葱姜蒜，请收看 TVBS 当掌声响。